我们这个前面的颜色铺的差不多以后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再继续把整体的氛围，然后再去给它去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氛围。这时候从后往前去画，从后往前去画，再新建一下图层，新建一下图层。后往前画，上漆工具。稍处理这样的一些细节啊，画面的时候呢，它整个的感觉时候呢，它就会稍微然后丰富一点啊。比方说一些办公座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处理啊什么的，其实也都是，调整一下整体画面的一个色调。颜色和色彩的时候呢，尽可能呢就是稍微然后给它稍微去统一一点啊。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它靠近，室外的这样的一种光源，所以它颜色上面可以稍微然后给它冷一点啊，稍微冷一点。接近近处的时候，这些地方时候呢，就可以稍微暖一点啊，它可能受一些光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，它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大概的一个感觉，包括它这个顶上面啊，顶上面其实上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说。它一些柱网啊之类的，什么这种结构呢，都可以再用这种方法给它进行一个处理。接下来这一步呢，就需要然后处理画面上的一些光，一些灯带这些地方，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处理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还是用选区工具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把它这个灯光的一些。这个范围时候呢，先把它给选出来，选出来。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灯带啊，比较重要的灯带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框出来。框出来以后的时候，好的，我们再找一个亮度的一个画笔，灯光应该是一个亮度画笔啊。从上面过来，这边然后也有一个光带啊，灯带，然后过来，就是先确定一下它主要的这样的一种光源，这个然后光源然后出来以后的时候呢，画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然后这个变化的啊，先撤回去，撤回去以后，然后在这后面，然后这个图层上面，这个应该这个柱子要上去一下。结构上面，然后有一个小东西说我没有把它给控制住啊，在这上面啊，看一下这个幅度啊，柱子应该上去的。但上面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是受光的这种影响啊，还有是一些这个护栏啊这样的一种影响中的颜色时候，它就会然后也会稍微暗一点啊，稍微暗一点，就先把它搁在这个位置。是要上去，那地方颜色该下去的地方要下去，那地方颜色该下去的地方下去。氛围上这种处理，上面就会然后稍微更虚一点，啊，稍微更虚一点。好的，
这个灯的时候呢，其实处理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然后技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然后在这个上面时候啊，涂层上面时候，然后再给它把这种亮度给它稍微去勾一下，亮度画笔。比如说在这个转折这个地方，它有个光晕，然后晕出来的这种感觉，像那个地方。看那个光感从里面然后出来，出来以后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在这个下面的时候一直走到下面去的。转转转转到这下面去，啊，它这个地方，然后也是一样的。它有一个光晕，然后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光晕出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边出去以后的时候呢，旁边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些然后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灯带啊。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些地方，这样的一些地方，这样的一些地方，这样画出以后的时候呢，主要是会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画面这种氛围，然后把它带动起来啊。后面时候它就不会显得然后很闷啊，整个这种视觉上这种感觉，它就会显得稍微然后更丰富一点啊，更丰富一点。也就是我们这个灯然后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效果啊，这种效果。那把它给放在这里啊，放在这里。这一个然后出去以后啊，其实有些地方时候呢还是需要然后一些光晕的，对吧？还是需要一些光晕的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在上面时候再给它建立一个涂层。建个涂层的一个目的是做什么呢？重新换一个画笔啊，重新换一个画笔，上漆工具啊。比如说上面时候我们需要然后给它来一点色彩上的这种变化，氛围，这时候调整一下这个涂层的一个样式，看到吗？添加啊，添加。那后面时候呢，这种对比时候呢，这种关系我感觉会稍微然后好一点啊，画面的氛围它会稍微更活泼一点。比如说如果还有一些灯光啊之类的，那会更好一点。其实这一步的时候呢，作用其实跟统一一下色调然后基本上差不多啊，统一一下色调，这样的话它整个画面时候呢亮的不会特别亮，暗的也不会然后特别暗，这样的话色调关系它会稍微然后更统一一点。后面的一些光源呢比较微妙的一些地方时候呢，就可以给它比方说找一些光啊，对吧，从上面下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，然后就稍微去找一下，
包括然后前面这个地方，然后被光照的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如果说不够亮，哎，这时候就可以然后用这样的一种画笔的时候呢，把这种光的这种感觉把它给找出来。所以说前期的时候要有暗的，有个暗的以后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然后把它给提亮。如果说暗的都没有，你记得再亮，基本上都是徒劳，也无用功。就局部的提亮，局部的提亮都是用这种方法。这时候你在画的时候，还是要控制一下你的手上纸笔的这样的一种压感啊，这种压感。所以说刚才的时候呢，画面是没有色调，没有氛围。所以说你只有然后加深提亮以后的时候，画面这种氛围然后才能够然后出得来。所以这就是处理的一个方法和技巧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前面一个暗的地方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再给它去暗一点啊。我们还是要把图层把它给分出来，图层把它给分出来。就是投影啊，一些地方。图层顺序这时候就很重要了啊，图层顺序。分清楚图层的一个前后。前面的时候呢，压得深一点，用暖一点的颜色去压，暖一点的颜色去压，只有然后前面暖一点的颜色以后，才能够然后把整个画面然后这种色调然后氛围给承接住，要不然的话，画面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感觉重心不稳啊，或者构图偏了啊，都会出现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。到现在楼梯没有画，那图层说是够的，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楼梯处理一下。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，就是灵活一点可以了，灵活一点，不用然后画的然后很刻板。画的这一步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收拾了啊，画面哪些地方没有画到位啊，或者需要然后补充的地方时候呢，就是需要补手的，然后给它去勾一下，这样画面的时候呢，它也会稍微更灵活一点啊，更灵活一点。
哎，它扶手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啊，也不用，然后给它画的，然后特别的一个写实。看一下啊，颜色只要是一深一浅，画出它这种体积就行了。还有在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在后面这个地方，后面是白墙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颜色就画的稍微深一点，然后在前面的时候，颜色是深的地方的时候，哎，你这个现在画的稍微然后亮一点，画面就能过去了。整体的一个感觉啊，上面这个地方说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个护栏的。从这个地方过去，是一个护栏。上面是金属的一个支架啊。金属的一个支撑，颜色深深浅浅，那有一个变化。但是最边缘这个地方时候呢，应该是受光影响这个地方时候呢，可能会有点高光，这样下来。灵活一点啊，尽可能灵活一点。因为考虑到上面的时候呢，就应该稍微然后虚一点了，就不用给它画的然后特别的一个写实了。所以在取舍上面的时候呢，就稍微然后给它注意一下就行了。远处的一些东西啊。可有可无的，不用管它。这张图呢，目前画到这里应该就差不多了啊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所以说，整体的氛围这种感觉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去处理一下就行了。最后一步的时候，我们把画布然后进行一个裁切，画面就结束了。裁切以后，画面的时候呢，它会显得会完整很多。这样的那种感觉啊，一个异形的一个空间，我们就先以这种方式的时候就画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，谢谢大家。